很多人觉得艺术是高高在上，脱离现实环境的，或者艺术只能发生在精英空间，这种观念其实是很陈腐。当代艺术就是要挑战这种传统观念。艺术的根扎在生活里，越边缘的地方就越有适合它生存的土壤。它们很生猛，求生欲很强，它们和创造它们的人一样在夹缝中生存，但因为各种原因它们遭到排挤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新的形式去看待它们。魅族重新设计的小广告就颠覆了我们对传统小广告的印象，在融入了年轻人喜爱的孟菲斯设计风格之后，它的面貌一下子就改变了。我把这种小广告放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，这是他们从前不可能出现的地方。这种场景上有趣的转换，有可能唤醒或者说激发你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待它们。文化之所以是文化，是因为它们拥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可能性。草根文化经过再创造，也能变得更有趣、更现代，甚至也能成为某种新的潮流形态。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更开放的眼光去看待它呢？